斯贝茨，姚明为中国篮球带来改革，真的非常棒。虎扑9月18日讯广州队在今晚与日本千叶喷射机队的对抗赛中以92-83击败对手，球队外援斯贝茨此役迎来首秀，并高效砍下24分12篮板的两双数据。赛后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来到中国，斯贝茨首先提到了中国篮协主席姚明，他说道，当初姚明还在 NBA 的时候，我和他交过手，他为 CBA 和中国篮球带来很多改革，非常开心能够看到他有所成就。姚明真是非常棒。谈及自己为何选择来 CBA 打球时，斯贝茨坦言，我在 NBA 打了10年，来到中国之后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，我想尝试不同的风格，所以离开 NBA 来到中国。斯贝茨职业生涯先后辗转于多支 NBA 劲旅。2015年，他随 NBA 金州勇士队夺得总冠军。上赛季效力魔术队期间，斯贝茨场均得到 7.7 分 2.6 篮板。据悉，斯贝茨与广州队签下了一份为期半年、总金额约200万美元的合同。编辑：姚凡。